太嚣张。日本女乒主力伊藤美诚再放豪言，击败全部中国选手。2018国际乒联香港公开赛已经打响，中国女乒派出了由刘诗雯领衔的11人阵容，而日本女乒则派出了三大绝对主力石川佳纯、伊藤美诚、平野美宇率领的庞大阵容。由于在今年世乒赛上表现出色，伊藤美诚在接受采访时再放豪言，感觉已经到了击败全部中国选手的时机。在团体世乒赛上，伊藤美诚取得八战全胜的战绩，让球迷们对他刮目相看。特别是决赛中，伊藤美诚爆冷击败了国乒主力刘诗雯，这让他的自信心爆棚。